每一年的五月份，都是最充满了人性的光辉，充满了温情，也充满了爱的一个季节。因为全世界，不管哪一个所在，所有的人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，都在纪念一个伟大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叫做母亲节。是安怎？妈祖敢若咱台湾人咧拜，啊，西洋人不拜妈祖，是安怎？全世界人，大家拢会共同要来纪念母亲节，因为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伟大，不管讲是黑人白人，不管讲是东方西方。咱看到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文明的世界，在每一个历史的阶段上，我们都感受到母爱是带动人类会当进步、带动社会会当繁荣上伟大的一股力量。所以讲，咱在这个时阵要来纪念母亲的伟大。咱每个人拢充满了感恩的心情，就是用感恩的心情，才有法度来去体会母亲为这个社会、为这个家庭所做的伟大的贡献。今仔日，咱看到真多做人惊人事实的人，大家拢非常欢喜，大家拢非常的友好。我嘛相信，所有做人事实的人，在社会上。都有相当的成就。当然，每一个人的成就内底，拢有妈妈的贡献在迄个所在。但是，我们在此也要重新来肯定母亲的伟大。母亲的伟大，最主要是因为伊的爱心、无私的奉献，是建立在母亲。主体的一个付出跟贡献。今日是说，有个人会当有真好的成就，这个人真欢喜。但是，不是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伟大母亲，因所培养、疼爱的这个囡仔，都会当得到真顺利的这个进展，比一人强。但是，这丝毫不减于母爱的。